他们会不会互周啊？有可能啊。哎、欸，几率还蛮大的。又是这个香肠自奶，香蕉自奶，香蕉，名叫香风。他们好像变强了、欸。他们阵容是换的、啊，现在阵容变强了。他们香蕉大奶那个虫族说他是新手，只会打 AI。这种话你也信？好，模拟这个，模拟你出巨像。哦，可以啊，还是我出。啊，我猥琐解放者，我打打最猥琐了。哎、欸，我只是查这两家哦，对面两家你们自己侦查。太远，过去都。我怕他们快攻哎、欸，脑膜你要出巨像是不是？啊、等一下，我前面会先架解放者从那个路口啊。那我出，我想一下，我 VR 好了，我 VR 然后出很多不朽，可以可以可以、嗯。然后我会出哨兵，所以他们很难上来。哎、欸，这边还有个洞哦。好，等一下解放者架那个洞就好了。他一击之上还被解放者。那我跟你讲，那个洞是四格，就看到了。走。看他们在寻找红心嘞。都没开热口。我还是有点去看他们家的。是这里有一个洞哦，绕一绕，两 PG 四 PG， 把门堵死哦。哦，没有，没有堵死。脑膜看到了哦，这样的守这个稳的，然后就这个，这个石头可以用吗？他这个地势合理吗？我来了，我觉得不太合理啊。没关系啊，反正我们大意思。我你去，我们和阴影是一体的，非常。需要更多能量，你是不是开自动释放啊？I follow you。金矿不足。等下我走哪边啊？这边好还是这边好？干嘛？我看到了，刚刚没看到。我知道看到了。到另外一家过去吸哦，我就先截后了，他死了。哎，小心 DT 哦！根本讲说已经上家了。小白，
怎么了？没事没事。啊，那两个让右边那一家城主停电。停了。家里有脏东西，看我把自己点死。好，你刚刚家已经被我砍了一半了吗？对，解放者已经在身边了。谁来寻找红心的呀？我敢进，我从。五号，你们真的有兵吗？有啊。我要我干嘛？我有一堆兵啊。不过我刚刚救小白家。我家是被打的。小白，你看小白家现在长怎样？他们家被我引刀砍烂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从头到一直输引刀就好了。小白家回到石器时代哦。没有。那个叫什么？寒骨技，寒武技。我在想，就是他们家也被我们拆的差不多了、啊。对啊，差不多、啊。他们没有，他们是石器时代，因为他们是寒武技，我们是石器时代。他们被那个什么？他们的盘骨才刚躺下去而已。他们被死神闹完之后的，又被那个又被引刀砍，然后你又打一波，不是超好笑的，因为灰先打左边那家，我就等右边那家出来救，然后死神就是右肩过去，我在路上把死神吃光了。他还是跳什么心机啊？那就是他不够细腻好吗？什么心机？他如果够细腻，就要跟着他的部队。